相信不少人被宠物可爱的外表迷住吧，恨不得自己也快点养一只，可实际上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，每天照顾它们烦都能被烦死，这样一来照顾宠物也就成了铲屎官们最大的乐趣，毕竟不拿它们寻乐子自己岂不是太亏了。看下面这位铲屎官开始搞事情了。居然用自己的臭脚当柴犬按摩，本来还以为小家伙会不乐意，没想到这一个个的还享受上了。舒服的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，这还不算啥，还争着抢着的让铲屎官帮忙按摩。我说这俩狗子的鼻子是不好使了吗？难道就闻不到有什么气味吗？这样的结局铲屎官都很意外吧？不得不说这一幕真是太逗了，你们怎么看呢？用过哪些方法整蛊过宠物呢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哦。下期再见吧。